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欢迎收看《创爱世界》。最近我想在我的频道举办一个叫做“网络丘比特”的节目。这个丘比特的节目是讲呢，就是会需要一个嘉宾拍下一个三分钟以内的自我介绍的影片，然后让所有的异性观众朋友们发自己的自我介绍影片来应征。这样，当然，这节目最主要目的是帮马来西亚单身男女可以找到他们理想中的那一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拍下三分钟以内的自我介绍影片发来这个 email， 注明我想成为下一集的嘉宾，或者是我想应征哪一集嘉宾的男女朋友，这样，然后我就会开始帮你们配对。如果配对成功之后，我就会拍下一集关于男女嘉宾配对的约会实况。自我介绍影片内容一定要提到几点，第一点就是我叫什么名，第二点就是我来自马来西亚哪里，第三点是你几岁，第四点是你是做什么职业的，第五点是你喜欢的异性的类型是怎样的，第六点是你的兴趣是什么呢，第七点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以上七点是一定要在自我介绍影片提到的内容。听到这里，可能有些观众还不太明白，所以我就以身作则来做第一集的男嘉宾，先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 Yuki，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山区，今年29岁，我是一名富态 YouTuber。 我喜欢的类型是可爱，我和爱笑，笑起来很甜的那种。我的兴趣是拍影片、看韩剧，还有打羽球。我的梦想是想成为有名的 YouTuber， 最大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拍一部属于自己构思的电影，就是我是编剧而不是导演。如果对我有兴趣的异性朋友就可以发来这个 email 来应征配对看看。如果应征成功的话，我就会拍下一集我跟那个异性观众约会的实况。好，大致上就是这样，想脱离单身的马来西亚朋友们就可以发你们的影片，发你们的自我介绍影片来这个 email。 好，我等你们的影片哦。今天影片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